喂，你们两个给我记住了，等下动作要逼真，演技要真实，听明白了吗？嗯。爸，你等等，爸，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要是把他打坏了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不不不，我要投奔新生，然后把咱们公司的机密全部告诉保姐。行。不行，我们就去非洲看大象，然后让你们再也管不着我。好，不愧是天理的儿子，小静挺有种啊。还行吧，有那么一点。挣扎。哎，星星，你爸的武功怎么样？咱俩真打的话，你赢得了我吗？够呛。咱俩加一起，然后乘以二，也打不过他。我的功夫都是他教的，你小吗？不过呢，我跟老谢商量过了，他要是敢赢你的话，我就跟你私奔。哼，算了吧，你老爸不会同意的。阿静，你这光挨打不还手可不行啊。哎，我说谢叔啊，宝姐平时教育我，小孩、女人、老年人都不能打。小虎啊，你看我们家阿静多懂规矩，光挨打不还手还比个什么劲？这很明显，不还手就是打不过，打不过就是输了。你懂什么呀？人家阿静这是真人不露相，他是不肯对我爸动手。爸，爸，咱们就认输吧。阿静，你要是一直不还手，那你是认输了吗？谢叔，这比武呢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叫文斗，一种叫武斗。你看，咱俩都是集团的老板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架多丢人啊。依我说，我们可以文斗。怎么个文斗法？很简单啊，这样，我做出一个动作，你来模仿，如果你模仿的像我呢，就证明你赢了，如果你模仿的不像，那你就输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，难道你还真有绝技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会我们陈家的独门绝技，就连宝姐都没见过。谢叔，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啊？小虎啊，加油，我看好你哦。谢总裁，你就说你敢不敢吧。行，阿静，那你就练练，让叔叔也开开眼，瞧瞧什么叫陈家绝技。好啊，说练就练。
怎么样了？快了，胡总。一会儿谢总还得开席呢。好。哎，胡总，比武我能去看吗？他们几个都去了，然后咱们这菜就在锅里温着，比赛完了随时可以来吃。啊，你去吧。好嘞。不是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，胡总？他们比武你去看什么？哎，那个厨师呢？刚过去了。谁让他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？你把他叫回来啊。好的好的。这还不错，谁让你离开这工作岗位了？你知道厨师的职责吗？知道知道。赶紧。哎，是。哇！哎呀！哇！我啊！哇！啊！疼疼疼疼疼疼疼！松手！啊！这就是你的独门绝技啊！找了个假替身糊弄我呢。小六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休息一下，就是有点晕。住手！你找来喽！哎呀，子菜。无敌开山掌！谢总裁，到您了。别怕呀，谢总裁。叶总裁不会呀。阿静啊，木板我就不劈了，我来试试劈木板的手。来，那就试试吧。我和阿静比武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谢叔，您看是这样，我们两个呢都能劈木板，但是呢他没我厉害，您得先赢了他才能跟我斗啊。住手！独门绝技，一吻定乾坤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你干嘛？怎么样，谢叔？这个简单，要不你来这个吧。小虎啊，你是打算玩开山掌呢，还是玩一吻定乾坤呢？你要都不玩，可就算你认输了。我认什么输？我什么都不玩了，这还是比武吗？啊，这都是变成魔术表演了。不比了，不比了。不比你就输了啊。哇，这个好棒啊！
别了，胡总总，你很沉啊！变成变魔术的了，比什么呀？上！哎，谁呀？哦，大海啊。是我。哎，你不是傻了吗？你才傻了呢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大祸临头了你。什么意思？嗯，哎呀，你够聪明的呀，这种无赖的招都让你想出来了。什么叫无赖的招啊？啊，这是我的绝招！切，骗谁呢？我都看出来了，要不是老朱他们俩身手好，你就输定了。你接着装。那也是我急中生智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谢潇潇，我赔了，回去我还得给他们俩发奖金呢。哎，老大，这个你可不能赖账啊！他不发我发，奖金肖哥包了，一人一个大红包。嗯，还是肖哥讲究。哎。这是他说的啊，我可没说。小哥，哎呀，都在呢。今天高兴，赶紧回客厅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好啊，让谢小虎尝尝他想了许久的鱼成羹，好好解解乏。走，好啊，走。嗯，走，快点啊。海叔，海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睡觉觉。宝姐，海叔找到了。你在这干嘛呀？睡觉觉。醒醒，吃饭去了。啊，把他推过来啊。啊，吃饭饭。啊，走，吃饭饭。哎，行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这都是阿静跟宝姐提前串通好的。很多大客户上了他们的备忘录，还签了预售合同，这明显是要趁机推掉他们的。潇潇眼看着就要嫁给阿静，两家很快变成一家。他们在走。去客厅，谢总，咱绝不能上了坏蛋的当。不是那个，上了坏蛋的当。他们是有岛屿韵母的。谢总，你也不用太生气啊。但是宝姐的鱼唇羹，我还是要吃的。那当然要吃，那是他的心意嘛。宝姐啊，我的鱼唇羹呢？哎呀，这看了半天的魔术杂技，这肚子还真饿。好香啊！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鱼唇羹。怎么样啊，闻闻？嗯，不错，就这个味道。
闻着都香啊。你都想了那么久了，今天啊让你好好解解馋。哎，喝了这碗鱼成羹，我们两家的亲事可就定了啊，两家啊以后又变成一家了。宝姐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先不忙着吃了。谢文宗，你要出什么幺蛾子？今天晚上两家人共进晚餐，很是和睦，也谢谢宝姐你亲自下厨。但是呢，考虑到这顿晚餐代价太过昂贵了，我做了个决定，向大家宣布一下啊。一，作为潇潇的父亲，我反对他们的婚事，反对她嫁入到陈家。二，作为海虎集团的总裁、董事长，我绝对不同意将海虎集团和新生集团合并。这是支持谢董。比武也比了，饭也吃了，你翻脸不认人啊？你以为就一顿饭我就能改变心意？这海虎集团是我亲手创立的，怎么可能拱手让给你们？好你个谢文宗，你敢耍我，我告诉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想不动，想不动。想不动，这是紫檀的，你们最好再用点劲儿。想不动，想不动，好玩。谢文宗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想的不重要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说了算，我们走。哎，宝姐，你慢走啊，这鱼唇羹我就笑纳了。小心你噎死你！宝宝也要走，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。老谢。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？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老谢，我都二十了，我和阿静的事要是不成的话，我以后都这么称呼你，老谢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啊，这事情不简单，不光是你和阿静的事，这牵扯到两个公司的问题。跟我来。我不去。走。进去，哎呀，快点儿！讨厌。潇潇，发什么疯啊？哎，哎呦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给我，同不同意？好好好，同意同意，行了吧，小祖宗。爸，您真同意了？我这可是元青花啊，你也真下得去手，我再不同意，你给我把家都拆了。我这就去告诉宝姐和阿静。哎，等等。啊。
我这折腾半天又饿了，我想吃宝姐给我做的鱼春羹了。那我给你去拿吧。哎，不用。用干嘛？我让老胡去。哎，谢总。啊，哎，你正好在。啊，这个潇潇和阿静的事儿，我同意了。既然两家公司要变成一个，我们也得做点准备。好，好，折腾一天了。我也得吃点好东西补补。应该的，你去把鱼春羹给我端来，让厨房热一下。啊，好，好，马上。嗯，小小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时间很紧，你一定要听仔细了。来，美女，喝一杯啊！哎，倒啊，倒上，给倒上。再来一杯啊！哎，再来一杯啊！来来来来，哎，哟，好，酒量可以。接着喝啊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倒了啊！厉害啊！哎，继续，继续。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助手，嗯，去茉莉酒吧，快。好。谢总啊。哎，进来。哎呦，嘿，哎，好吃的来了。行，放着吧。哎，你还是趁热吃吧。宝姐这手艺真是太好了，闻着都香啊。这好东西啊，我不能自己独吞。来，你也盛一碗，喝了。嗯，我怕就这么点不够你一个人吃的。这有什么不够的？我喝大碗的，给你弄个小碗的。哦，那个，好。不不不，你，哎，潇潇呢？啊，找阿静去了。嗨，这回他可开心了。还是个孩子。只顾着自己开心，根本就不管咱们公司的未来。嗯，老胡啊，啊，好，这会儿也没外人，我应该叫你一声老舅。哎，别客气，外甥。虽然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，可这八竿子半还能够得着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当然。老舅啊，咱们是一家人。是是是是，这海虎就是咱们的家。以后啊，你得多为这个家办点实事儿，知道吗？你放心，外甥，我绝对尽心尽力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去厨房再拿点酒来吧，侄儿啊高兴，破个例，再盛点。那太好了，你快快趁热。哎，好好李江，萌萌呢？嗨，我哪有时间帮你看着他呀？
他不是喝醉了吗？你的这个萌萌啊，最近天天来，来了就喝，喝了就醉。你快去看看他吧，让他少喝点，赶紧把他带走。他这两天心情不太好。他心情不好，我心情还不好呢。你都不知道关心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啊，人生正面临着重大的决定呢。干嘛？要结婚啊？接你个头啊！我是在想要不要换个行业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先不说了好吗？我觉得转行特别好，我支持你啊。酒吧不适合你，我去看眼萌萌。萌萌，萌萌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没事吧？啊？你先别叫他了，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。把衣服穿上。再睡会儿就好了。哎，我说我跟你说我换个职业，你怎么都不问问我呀？哦，那酒吧改餐厅是吗？还端盘子上菜啊？端不够是吗？我就不能换个别的职业？那你要换什么职业？为了跟你靠拢，我准备开一家内衣店。啊？这样咱们俩也有业务的往来啊。哦，那不还是服务行业吗？你怎么不懂呢？我这不是为了你呢吗？你们米瑞公司的内衣卖不出去，这样我就可以帮你了呀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先谢谢你啊，挺好的。但是我先把他送回去，你看他。行吧。有些事情是应该到结束的时候。你们听我说，这是他们的阴谋，我们绝不会放过他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看看，说得太对了。站住！哎，医院是你家开的吗？让开吧。特护病房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经允许，谁都不能进来。我们来看看谢总裁，听说病得不轻。你是来看看谢总裁有没有病死吧？你看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
中国话。我们现在怀疑谢总裁突然病倒，跟你们有重大关系。胡麻田，别胡说！谁胡说？你姓胡，当然你胡说啊。你叫阿静，你最好静静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潇潇呢？让他出来，我要跟他说话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潇潇，不要轻信你身边的人，他们跟你说的未必是事实。潇潇，你疯了！包姐，我爸昨天晚上突然心脏病发作，现在仍然处于生命垂危期，这都要感谢你亲手做的愚蠢羹。哎呀！快点，快点吧！病人这种情况，快点，不应该让他吃刺激性的食物。快点啊！来，我替海虎集团的总裁谢文宗先生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海虎集团和新生集团势不两立。好，潇潇，陈家静，你管好你的手下，你的家人，尤其是你的妈妈，你要看紧些，不要一不小心就走丢了。潇潇，走吧。那当然，我骗你干嘛呀？我也要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方总。咱们俩这出戏，你是导演，我是演员，我胡麻田是不是给你奉献出了一场影帝级的表演啊？滴水不漏，毫无破地。吃案站着干嘛？那叫破绽，我没让老兄你站。你笑我没文化。你们到那边等我，啊！好，快，来来来！我也没想到，比我预料的发展还要顺利。有我在，能不顺利吗？这绝对是一箭双雕。从此以后，海虎跟新生就是咱俩的了。没那么快，我的计划这才刚开始。你可别忘了，海虎那边的人还是很支持潇潇的，千万不能大意。如果说让我跟这个小丫头比的话，我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怕她，千万不能被她看出有任何的问题。No problem， 人人都有丑不露是高手。这么多年，我在她爷俩面前伪装得特别好。这个小丫头片子，论辈分，我是她舅爷爷。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装孙子。谁无暴风劲雨时，守得云开见月明啊！好诗。再装几天，马上海虎就是老兄你的了。此时此刻，我也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诗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老兄啊，那是陆游的。老挑我毛病，不说我了。好，我问你啊，你什么时候对宝姐和阿静下手？已经开始了。
叶子，叶子，大海，我老觉得这次的事儿不太对劲儿。从你出事儿到小虎出事儿，我总觉得这背后有人动手脚，你说呢？还笑，这都怨你，我让你查的事情你没查清楚就傻了，真是可惜。这次潇潇是彻底误会我了，不行。我得找个时间跟他见个面，把事情说清楚。现在海虎也是一团糟。还有啊，你讨厌的那个胡麻田，我看着也挺烦他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不好吃。这东西怎么能吃啊？你是不是傻？你可不就傻吗？美女姐姐，你尝尝，你尝尝，你尝尝。姐姐不吃，你尝尝吧。哦，海宝宝不吃，不吃啊。哎，带你回家吃饭饭，吃饭饭，吃饭饭，吃饭饭啊。吃饭饭了，吃饭饭。好，走喽。哎，于纯公，不应该啊。宝姐，谢文宗，海哥，海哥，还喝什么还喝啊？哦，我说你呀，还喝？你怎么还喝酒呢？你不应该再喝酒了。不喝了，我昨天都喝断片了，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。是。哎。他们人都去哪儿了？哦，老吴他们呀，他们说去找米雪儿了，我估计是去其他公司应聘去了。嗯，展会上米大师要是在的话，就有把握了。可不是吗？可谁知道米雪儿现在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好热呀，这空调是不是坏了？我只盼望你能够了解我，陪我谈心，陪我唱歌。你就像天使，不让爱逃脱。我只希望我不要再退缩，为你写了这首情歌。你就是天使，守护你和我。你就是我的星光，在夜空闪烁，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解开我心中的锁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的温柔，再也不寂寞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点亮了爱情的火，温暖你我，把爱散播。我只希望不要再退缩，为你写了这首情歌。你就是天使，守护你和我。你就是我的星光，在夜空闪烁，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解开我心中的锁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的温柔，再也不寂寞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点亮了爱情的火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